凭什么你一个礼拜就当享受伊？享受现成的烟花富贵。凭什么你一个礼拜就当享受伊？享受现成的烟花富贵。啥什么帅哥？现成的烟花富贵。是啊，是对啦，你爸想加去给你。祝您的快乐时间。什么事？因为他觉得我讲的不好。不是，我觉得两个都好笑。少伟哥哥嘞，一张。有其兄弟有其弟呀。我唔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你阿哥有知啊？我唔听笑，我这个你想听笑？哎、欸，我讲两个听笑。对不起，不要装可爱。我梦要去荷兰笑，只不过我看遐人，看遐人安怎，对你无正经，我就感觉生气。哎呦，我规身躯拢烧透了。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吊带丝袜那种。原来你喜欢这款的呀！我讲，我锁骨了，锁骨了，锁骨打背，锁骨小胖子，哎呦啊！这是裤子啦，好不好脱？哎，这不对啊，丝袜是在里面的，那我要裙子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让专业的来。等一下，从这边弄它，不要弄到这边。黄金火辣辣，我们下次。